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。当你在为自己制定一个梦想的时候，你达到了，你会觉得，哦，原来梦想不过如此。体育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会不断地激发你内心的一些潜能。运动最后的本质就是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要强大。我一直坚信一句话，就是当下的选择永远都是最好的。我很感谢自己经历过的一切，没有之前的经历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李娜。